我们这张唱片的封面造型，我们阐述了三个理念，就是职人、跟歌手，还有自我。这套就比较欧美一点，我觉得跟我个性其实蛮像的。其实我敬仰他非常久，因为他写的词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深刻，他也写过太多好歌了。所以我一开始知道跟他合作的时候，何德何能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他合作这样子。他帮我量身定做的这些歌曲，然后每一句歌词都很打动我。哦，我觉得他非常会剖析人心。刚刚跟你讲每一处地区，先不用笑那么多。对对，我懂哎。那个对比马上就出来了。对，他为了我真的下了很多功夫，然后不只是写词，当我整个唱片的 AMR 统筹，对于这个歌曲的投入，他也对我帮助非常大。他很爱跟我讲故事，我也很喜欢听他说故事。跟他聊完天，我都会觉得我心灵层面又成长了许多。这一整张专辑是从我是一个演员出发，每一个人都是真的是自己人生中、生命中的演员，在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整张专辑是让大家看到自我。加入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，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You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